くぐれ。他妈的，营长，我叫你叫你狗日的！腰酸背痛，できなければ吠えてみろ。犬のように吠えてみろ。貴様銃を向けたな。 度胸があるなら俺と素手で勝負しろ。狗日的，关公面前耍大刀啊！ 不让他见识见识咱中国功夫的真不知道山有多高水有多深了，营长，你在一旁压阵，我会会这狗杂种。等等，我今天还真有点手痒。放手！ 起走！预备！一、二、三、四、预备！一、二、三、四、预备！起走！ 我是犬，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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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犬
给过来！他妈的，营长，我叫一叫就狗日了！거신을깨가느끼나그래봐허이테미로있는어연이허이테미로기사가銃を向けたが度胸があるなら俺と素手で勝負しろ。后日的关公面前耍大刀啊，不让他见识见识咱中国功夫，他真不知道山有多高水有多深了。营长，你在一旁压阵，我会会这狗杂种。等等，我今天还真有点手痒。解散！武藏王本堂、浜田司令官、我々が警備隊を総連しておりましたところ、兵士たちは従わず、警員長が我々を殴ったのであります。はい。ポリス、正面来い。はい。请问营的官兵们听着，皇军命令你们缴械投降。否则统统杀光！皇军要捉拿的是阴谋暴乱的首要分子。皇军命令你们集结，加油，是，快点！你们俩，快点！来，快快快，弟兄们！
听着，中村带着一大队鬼子兵把营房四周包围了。咱们想干嘛？我听小鬼子喊话说要搅了咱们的信。什么？走，宝堂兄。营长，这狗娘养的日本人为什么要搅我们的信？为了抓我。不就是打了几个日本人吗？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吗？日本人知道我要造反，所以他们提前下手了。谭副官到，调警卫班。是。为什么只调警卫班？我就把全营的弟兄们全招呼过来，这回一定要跟小鬼子们好好干一场。不，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想全营弟兄为了我流血拼命。营长，都到这个节骨眼了，出了事儿我负责。宝堂兄，从今天开始，全营几百号弟兄的性命就托付给你了。营长，警卫班准备好了。好，记住，顾全大局，保全实力。好吧，营长，你保重，赶紧走，走，走。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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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你走。小黑，行。